史文恭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师兄，你我同出师门，在朝为官，功名显赫，为何要沦为草寇啊？我在朝为官之时，何曾不想精忠报国，为国建功？可是我屡遭奸臣陷害。至于上梁山。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为兄要是有悔改之意，你放我一马，我上报朝廷，可免你一死。若论你我师出同门之情，放你一马无可厚非。但是，你诛杀了晁盖，便死有余辜。不是我看不起你。 那林冲名满天下，又奈我何？若是林冲，奈何不得你？你又何能与我相见？原来是你设的计！哼！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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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上报朝廷，保你不死。师弟，大家各为其主，不必多言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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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